我是悠然，我是自然梗石油盘，欢迎收看大型连续剧《拯救菜鸡悠然》第31集。最近有很多小伙伴在问我具体直播时间哈，那么我都再给大家说一下吧。周一周二播两个小时，19点到21点，然后周三周四休息，周五6点到21点，周六周日的话可能会多播一会儿，从4点开播要播到22点。想看我直播的小伙伴记得记准时间哦。开局队友都去女巫房了呀，那猫肯定会选我，那我还是反其道而行，哎，那猫就肯定抓不到我了。聪明如我，我去，看到隐身猫的小戏了，赶紧闪人，能甩掉吗？哦吼，这下没了。哇，大哥，别针对我嘛，那边3只老鼠你不抓，你非要抓我。不过问题不大哈，我还是成功给队友争取了充足的推奶酪时间，这波不亏啊！别抓任你抓，看我鼠皇召唤之术出来吧，皮卡丘！哎，这就很 nice。我的天，你怎么又追来了？哇，我都跑这么远了呀！哎，终于跑掉了，心累。再推下奶酪，赶紧躲一下啊！猫咪好像又过来了，哇，真是阴魂不散嘞！咦，差点就给炸死了！哎，野娃还想追我，晓得我的厉害了吧？我去，这孩子又追上来了，太可怕了！哇，又来了，我的粉丝真的是能够精准定位到我的位置啊，我服啊，相当服气。哎，还是躲不掉了，并且我网络还有点卡啊，一会儿几百延迟，哇，我心太炸了。不过问题不大哈，看我鼠王召唤之术出来吧，皮卡丘。哎，这就很 nice 溜溜了。哇，这哥，你莫针对我了，你再追我我哭给你看。哎，这波虚晃就很 nice， 成功甩掉，再安安静静的推下奶了。哎，怎么又把猫引过来了？哇，你这是要我老命啊！哇，心太崩了。哎，这地雷就很秀，好吧，天秀。完了完了，还是跑不掉的样子。此时无声胜有声，你们慢慢品。不过没事啊，我还能召唤一波鼠王出来吧，皮卡丘。哎，这次，哇，这次是真的跑脱了，长舒一口气。刚加完血又遇到猫了，哇，我还能说什么？我还能说什么？你们数数啊，他到底针对我多少次了？不过还好，我幽某人身手敏捷，成功甩掉。最后一块奶酪了啊！我去，这炮弹无情啦！墙都开开了，哇，能救下我吗？这瓶子砸得妙啊！我去。